知道盛先生对时局有何高见呢？没有，我只是个生意人，不大关心时局。哎呀，不管打不打仗，都得有人生病，我这药呢都得卖出去。可是没想到，盛先生还是不把我当朋友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样吧，我这杯酒就以胡子平未婚妻的名义来敬。鸭老啊，鸭大赔大，鸭小赔小。谁找我？好像在这边的胡同吧。去那边胡同。对，这边的胡同。哎，谁找我呀？钟经理。哎，你谁呀？你说你是？胡子平的未婚妻，没错，我就跟您说实话。